噼啪啦的讲了这么多，那我们要欢迎第一组的乐团了。OK 吗？好，第一组乐团，那就刚刚稍微提到一下，是我们在地的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 visual rock 的一个 rock band。那他们其实在国外动漫这个舞台上面也已经登场了非常多次了，他们的演出呢非常有魅力啊，所以不只是他们的音乐哈，看到他们的演出呢，你也会被娱乐到。他们最近呢也在全世界啊，包含台湾啊、中国大陆啊，非常多的一些地方做了多的一些巡回的一些展演。那接下来大家的第一棒就要交给第一次欢迎团。全部都是原创的，对。那最近做的音乐呢，比较偏向古风，对。那至于古风是什么呢？请在我们等一下表演完之后，你们如果不了解的话，可以到舞台下去找我们，找那个蓝忘机。蓝忘机知道是谁吗？知道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尴尬。还是唱歌好了，对。那等一下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看到现场朋友的热情，那我们可以随着音乐一起互动一下，比如把手借给我啊，或是把脚借给我之类的。对，我们的音乐非常的有节奏感，非常的好听。对，那都是原创的。好，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，然后你这边还可以吗？你先试一下音吗？要先试一下，把台的死。
今天要起得有点早，然后没什么力气的感觉，包括我们。对，每次早上大家都可能刚吃饱吧，对，那个头脑的那个氧气可能有点缺氧，对，肚皮紧了也就松了那种概念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罂粟花的成员，让大家更了解我们，更认识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大家可能快睡醒了，对，等一下下午有很多更棒的活动，希望等一下可以把你们的热情尽量的拿出来，对，先热身一下，对，先热身，不然等一下就没有办法，对。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吗？知道吗？谁说不知道？对，你们的左手边，我的右手边。对，我们罂粟花的贝斯手时针。然后这位穿的奇形怪状的，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这是我们的罂粟花的吉他手阿莫。那他也是我们的团长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像大家对团长没什么。没什么很大的兴奋感，没有，没有，团长，那我是我们罂粟花的主唱炫夏。好的，那觉得我们不错的话，记得可以到我们的微博，然后跟 FB 都有可以找到我们。然后重点是，我们的微博的罂粟花是樱花的樱，树木的树，花朵的花，对，有树又有花，有花又有树。对，所以叫罂粟花，了解吗？了解吗？因为要和谐化。对，在台湾叫罂粟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罂粟花是 OK 的，在台湾这边是 OK 的，那在大陆那边呢就是不能用，所以我们就变成樱花的樱，树木的树，花朵的花，其实还蛮好看的，你们可以去找一下，对，绝对找得到我们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点的，大家知道营养师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前阵子，在前一阵子非常热的时候有玩，对，非常烧那个游戏非常烧的时候我们有玩，然后就是心血来潮做了一首歌，对，叫做《亲情灯》，那送给现场的朋友们。
请问有适合阴阳师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你要发自内心的讲哦，不要讲那种虚伪的话。有啊有啊有啊。好，那对，我今天的表演的时间是几首歌啊？三首吧，是三首。包括我讲话吧，所以我要多讲一点话吗？是这样吗？拖一点时间，别这样，等一下人家还要欣赏很多表演者，是不是？好，对，那我要讲什么？忘记我要讲什么？对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那个博尔动漫季，对，然后非常的荣幸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辛苦，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？非常的辛苦，然后有这么棒的工作人员可以就是见到这么棒的舞台，然后这么棒的音响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反正就是非常的棒，再次掌声。那给现场的自己替自己也一点掌声吧，就是大老远的，有些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吧，或是住附近的，对对对，然后给自己一点掌声，对，辛苦了，你们还要站到下午吧？对啊。不是在骂大家，不是在骂大家，不是在骂大家，对，是在骂他。没有啦，这首歌非常的有趣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现在的很多比较年轻的啊，或是比较反正感情事情比较有类似年老的也有嘛，年下就是感情世界比较有类似像速食爱情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过程。感情的经历，对感情的经历有遇到比较多，有人有遇到吗？看来大家都非常的好，所以要继续的保持下去。对，但是等一下副歌的时候，麻烦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就是大喊猪八戒出来就好了 ，OK 吗 ？OK 吗？就算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也没有关系，对，就是现冲，对，就是现冲。我们要开始了吗？骂猪八戒啊，不是骂现充啊，不是，对，我们歌词是猪八戒没有写现充啊，是这样吗？你是因为现充写的、啊？好尴尬，好尴尬，难受，我都不知道讲啥了。你也很现充吗？你跟什么？你想要表达一下你为什么很现充吗？还是算了。我跟你说，每次啊，我如果麦克风拿给他，就很尴尬的。还是说，你还是别把麦克风拿给我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不是只有你不知道想要讲什么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好啦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演出完之后可以来找我拍照。我就要继续讲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对，等一下记得我们演出完之后呢，我们会换装，对，然后就是其实你看我的头发就知道半套的魏无羡，所以我叫魏腾，我现在不是魏无羡，我现在是魏腾，所以等一下魏贵阳，贵阳就是，对，等一下如果我在路上有遇到我们，可以来找我们拍照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尽量把自己用的帅一点。好，猪八戒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
我们今天的活动，我的演出，我的腰带变好高，难受。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段活动的段落，我们今天就到了段落了。那等一下可以到外面去找我们，记得看到两个、三个最高最帅的模特组织就是我们的，不要开玩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的一个资讯，欢迎大家呢打开 Facebook 搜寻“罂粟花乐团”，好，罂粟花就是那个罂粟花，罂粟花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详细的一些资讯了。好。